右耳道里边通啊，右耳道，右耳道里边通啊，有个肺炎，快速的，从右边啊穿过去，穿过去的时候，那个空气上压力增大啊，压力增大以后耳朵就感觉到了啊，有肺炎，从这边穿过去，我看一下外面啊，有肺炎穿过去。感觉现在看天上啊，就像个大锅盖盖着，盖着我们头上啊，盖着头上啊，因为不是痛了又马上排了啊，因为痛了，大概十分钟了啊，现在看过去就你看不见什么了啊，只看得像个大锅盖盖在头顶上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好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再见。